秀峰往台东的台九线南下路段，昨天中午变成整片的金黄色，原来是有玉米从货车上掉了下来。远远就可以看到货车一边往前开，玉米不断的从车斗的后方沿路的洒出来，驾驶完全没有发现，还不停的往前开，后方的机车只能左闪右躲，差一点就滑倒了。而整段画面全部都被后方的客车给拍了下来，长达200公尺的路面都散落玉米，甚至转弯车辆遇到玉米挡住了去路，全部看傻了眼，进退两难，最后还是只能碾过这个玉米往前开。货车司机还站在路旁不知所措，最后是警方来到现场，出动了怪手，花了2个小时才终于把这个事情清理完毕。我是吴怡璇，想要跟我一起看新闻吗？现在就打开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按下订阅，还要开启小铃铛哦。